要跟顺丰抢生意。美团关联公司经营范围新增快递服务。凤凰网科技讯11月23日消息，天眼查 App 显示，11月22日，辽宁美先达快运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，公司经营范围新增快递服务。该公司成立于2021年8月，法定代表人为李楠，注册资本300万人民币。股权穿透信息显示，该公司由美团关联公司上海三快科技有限公司间接全资控股。